两次是在无人出局，一三的有人出局都没办法得分。哇，这一次 Jerry 空中抓飞弹，精彩的美技 ，Nice play。这是同时需要看到的、哦。嗯，哇，精彩。侧身跳起来之后，抓到这个强劲的平飞球。出棒又是一个弹跳，杨家龙接到之后呢，传一垒，哇、哦，一个翻斗不过，陈俊秀帮他补回来了，又一个大劈腿，这一棒要考验，又是郭彦文接到之后赶快转传，哎 ，safe， 哎、哦，要不要挑战？那这样看的确是有机会，因为接近手套里面了。哎呦，哇、哦，状况就是现在好手太多。哦呦，这个是小叮当的传球，传的有点低，不过还是来得及。所以今天陈俊秀是在说，你们都是在考验我就对了。哇，这帮打的阿达利不错，在中外野方向，但是林哲轩跳起来把他给没收了，整个外野都是他的钓虾场。那你发现中外野手是林哲轩，可能打者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！又是一个美技，那化解了这个半局的得分危机。两好两坏，再投这个球抢过的相当不错，在右半边扑上去 ，nice play！ 哇，花花张正伟右外野手，这球其实对投手来讲，说变化球的位置投的稍微比较高了，他的拉回来其实是个平飞球，但是张正伟看他最后其实。选择往前的速度还算蛮快，就在落地之前哦，其实角度还蛮小的，其实要把球顺利接进手套。对，这个接杀完全有赖他精准的一个判断，嗯，第一时间就行动。走的内角速球，这一棒打高了，但是这个位置最后是郭永维。反手背后接啊，这是一个美技，不然又想说这个落点又很尴尬。嗯、哇哇，这个半局替补上来，马上就有一个精彩的 nice play 啊！嗯，这个球背对着接真的不是这么好接。